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方块世界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欢迎回来，欢迎回来。那么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要抓这个海底世界里面最后两只最后两只生物了哈，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分以及我们的安康鱼哦，也可以叫灯笼鱼啊，他们应该是同一个属性的啦。那么呢，在这个捕捉开始之前呢，稍微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上一集啊，为什么这些鱼类没有办法穿越过来的这个一个问题啊。后来老头是有发现这个问题所在啊，一方面是因为门太小，大型生物进不来；另外一方面，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生物太大进不来啊。我这样讲会不会很奇怪啊？哎呀，反正我游到前面让你们看一下，你们就懂了。好，这个原因非常的简单了。你们看到前面有没有？前面那一扇门，它打开之后感觉好像是一个瀑布，有没有？哦，那瀑布的里面有什么？没有错，就是一个空气墙啊，就是一个啊，类似像是一个瀑布洞穴这样子。那当然嘛，你是一只鱼，你到了这里，你有没有办法游到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那相对的，这个游戏里面的海底生物当然是没办法进来啊。哦，我们在盖的时候之前，我老头也说过了，盖这种海底世界是一定要先盖完房子再放水进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盖完房子再放水的途中呢，我们却忽略了这个部分。但是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已经形成了我们这个门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把门里面填水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没有办法在门里面做填水的动作。要做的话，可能会比较麻烦，可能要九弯十八拐，运用那个别的技巧才有办法。这个老头试了好几次，试不出来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很热心的观众呢，有提供这个水方块的指令，让你可以不用在这个创造模式使用水方块。好，那这个水方块的部分呢，老头之后，会把它公布在这个该怎么样？公布在这个影片下方啊，让你们去使用。好不好？那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这就是水方块。那老头那时候填水就是用这种方式啊。目前方舟方块没有其他的功能是可以制造这种水方块的。好，那这个水方块呢，基本上呢，它一定是要在这个有格子的侧面才有办法制造。那像这个门，它是没有一个基准点的，它是没有一个方块的基准点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水放下来。哦，这个可能就是要从中去取巧吧。老头刚刚稍微试了一下。只成功了一条，哦，我们上次也说过，方块算是一个条状物，你从上面放，它是直接直直的流下来，对吧？那时候老头大概稍微试着从这边，哦，试着从这个地方执行。好，我先设定一下飞行模式，哦，从这个地方呢设法要放水下来，就我发觉好像不太行。哦，这个就是要从中取巧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不给放啊，是不是？这不给放啊，那我能怎么办？哦，这个直接其实我觉得还蛮鸟摸的，然后那被挡住了，不能放。所以说这个啊，哦，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办法的话呢，哦，可以欢迎就是哦告诉我。所以说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这个门给拆掉，让水真的有办法进来，我们才有办法把我们的生物带出去。好不好？哦，我讲了这么多，你们有没有听懂啊？啊，好像没有听懂的样子哎。啊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哦，那这样把门拆下来了，啊，瀑布还在，其实不用担心，在上面放一下水就好了。哦，有没有看见？有没有看见？再放一个水方块，好了，这样子海底世界就完成了，只是没有门而已。可是呢，你们水已经放进来了。接下来你们要放门，不好意思，门不给你放了，因为它已经在水，已经是被视为在水中了，门不给放了。哦，如果你们还要再放门的话，你们必须这边要塞方块，哦，要塞方块，要把这个水给隔开来才有办法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海底洞穴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，算是暂时的一个措施啊，才有办法让我们鲨鱼出来啊，对不对？而且鲨鱼太大只了，把门给拔下来刚刚好，哦，有没有？把门拔下来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我们先把我们鲨鱼带回去，好不好？我们接下来要抓的是那个我们的福分以及我们的这个安康鱼，好，但是我不会想要开着我们鲨鱼走啊，因为我觉得我们鲨鱼其实蛮麻烦的，哦，我就直接骑我们的石像鬼直接带到这边来好了，比较方便一点啦，啊。
记得福分有安啊，找到了福分平台安啊，我们点数不够，我们只剩下三点啦，我们只能做福分安了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本来就没有打算在这个福分上面盖个平台嘛，是不是？我们就用最简便的，好不好？皮革、铜锭以及我们的甲壳书，这个吧。好了，福分安做出来了，太棒太棒太棒了。好，就去我们之前的老地方看一下啊，想必这边应该会有很多吧，不用太担心。来吧，来吧，我来看看。嗯，欸，前面那个一根一根那个柱子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那个是图面还没处理完毕就对了。哎，欸，啊，之前这么多，现在是因为今天是礼拜日，所以大家都放生的概念嘛？啊，为什么会有一只这一只？然后呢，马头鱼尾兽啊，我要安康鱼啊，给我安康鱼好不好？拜托 ，Hello， 给我安康鱼，不要打我，你在干什么东西 ？Nope， 来呀，哎呦，哎呦。小坏蛋，这下面惊醒，我就不相信这前面一点没有，好不好？这里好了，这更前面的吧？我就不相信，那是小山丘呢？这种小山丘，我就不相信没有，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落地而已。有了，可以了，走开，往下去。有了有了，终于看到这该死的福分哥了。先来抓福分再说好了，鲨鱼什么的无所谓啊。好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嗯，我看他眼睛红红的。来来来来，麻醉镖送你。麻醉镖最容易晕了啊，加最多的那一种是吧？哇，好大只啊，吓死人的那一种。你到底要射多久才晕？快点！好，他在逃跑了，感觉他快死了，欸。来，过来一点再晕好了，把你吸引过来，不要吸引到鲨鱼就好了。哎，欸，快点来咬我啊 ！Look at me, senpai。谁？是谁？哇，我们的福分越来越远啦！怎么会越来越远 ？Oh my gosh！ Holy shit， 会死！我们的福分晕了，但是我也快死了。可以别这样子吗？哎呦，我上岸你们就死定了哦！我告诉你们，啊，我上岸你们就死定了哦！劝你们不要跟着我啊！你们这样是自寻死路啊 ，you know？ 啊啊，我快死了，救命！哦，自寻死路，射死你！啊，还来啊？爆了吧你！啊，是有多饿啊？啊，早知道该准备火箭筒弄死你们说，可恶！哎，对哈，我现在身上没有肉嘞，我会饿死啊！好了，我们的福分晕倒了，有没有补血药剂？我连补血药剂都没有带，太棒了。好了，这只晕倒了，安康鱼之后，我们回到原本的岸上之后再想办法吧。哎，欸，不对不对，啊，可恶，那边有鲨鱼，我不想用大腿肉驯服说，我们现在没大腿肉啊。来来来，先让你吃，给我个大腿肉。哇，才一个啊，哎，欸。真龙鱼哎，欸，这么刚好，喔，来啊！这个是要怎么驯服的，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哇，有那么快？哎，欸，会死，会死！这个太快，这个太快了。我不喜欢那么快的生物啊，我哥不喜欢那么快的生物，听到没有？干什么东西？就不要跑！哇，原来这么快哦，喔！我终于知道它是海界里面的什么生物了，迅猛龙。哦，深海界的迅猛龙啊，就非你莫属啦。是不，你射一下油超快的，欸，
你是有什么不满？你说啊。没有射到，啊来来来，啊救命！他要跑掉了，不知，啊、可恶没中，跑的倒是挺快的嘛。完蛋了，这只没救了，跑那么远了，可恶！我觉得等下上岸的时候，我应该是直接就是，啊，请他来一发麻醉镖，好，发镖了这样子。哇完了，我游太远了，我要死定了，我觉得我要死了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会死，不要，大哥，哟，啊，大哥，别，我怕，我怕大哥，晕了，我还在那边麻醉，我还在那边慢慢来。Oh my god, 完蛋了。现在随处找谁弄个我一下，我就直接死哈哈，给你吃大腿肉啦，搞不好大腿肉一个人就起来了。哇，这麻醉退好快啊！原来肉都，难怪大腿肉全坏光了啦！哎，我们的麻醉要没了，那这边的大腿肉应该也坏掉了。我觉得大腿肉很容易坏掉，真的讨人厌哎。欸、居然没坏哎、欸！哦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呜、哦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！我就先把变方块以防万一好了。为什么不能变方块？变方块啊，大哥！这家伙不给变方块啊 ！Oh yeah, boy！ 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大腿肉分享给上面这一位先生啦。先生，你要不要赶快起来啦？我们已经等你等很久了。送你啦，这差一咪咪啊！你干什么东西？不要以为我没脾气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林北没脾气是不是？没脾气是不是？去吧你们这小王八蛋，这些鱼龙滚开！莫名其妙。好啦，我们把我们现在仅存最后一罐的麻醉罐给他了。右键。他的右键是用尾巴，尾巴有什么效用啊？西键没功能。我尾巴可以戳，尾巴可以当攻击戳他、欸。我而且我的速度比鲨鱼还快。来呀，你有我快速吗？可是他打很久，我用砍的比较快。带什么东西？嗯，300多，我怕你去死。Kiss ya, kiss ya。嗯，带什么？谁想弄我啊？啊，我们的鱼醒来了，安康鱼醒来了，太神啦！这个应该是有很快的安康鱼，我看一下，为什么？啊，有，这个动作其实有点鸟哎、欸，我觉得，哎呀，我觉得我们先带回家比较安全啊，不然免得等一下全部死光光了。谁啊？真的是很不会看时间点哎、欸，你们干什么东西？你很了不起是不是？我不管啦，我先不要变方块啦。鲨鱼也来啦 ！Oh my god， 先逃了！我等下再想办法过来去接我们的石像鬼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们先把这只呢啊先带回去啊，这个方向应该可以到我们原本的那个陆地上。好，那石像鬼暂时放那里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又马上没体力了，怎么那么弱啊？来看一下地图的位置啊，欸、我们越走越远啊，进去吗？答案是可以的，所以说之前福分进不来，根本就只是因为空气门的关系啊，没说错吧？那两位进不来，根本就是属于空气，就是因为空气门啊，才进不来嘛，好吧？这个小王八蛋跟了过来，所以说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啊，根本就不是门太小的问题啊，啊，你看都进得来啊，有没有？好的，那么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哈。我们成功抓了我们的福分啊，以及我们的这个安康鱼啊。然后这边有只兔子跳下来被淹死了，呵呵。那下一集会如何呢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那一样也是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期待一下。好了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方舟方块世界再见面啦，拜拜。